不管企业明天怎么发展，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一点，就是通过科技领先来发展企业。我们会一如既往的以新材料应用为研发的方向，以新市场新产品为研发的领域，以科技领先为思想指导，来寻求和发展我们企业能不能成为百年老店之一。我们对此充满了美好的憧憬。